要拍婚纱照那一年，就是2012年大年初八拜天空，就有拍到一张相片，看到我很胖，4月份要拍婚纱照了，自己感觉怎么这样胖去了啊？要少吃，可是就发现到少吃也是没有这么帮助我来瘦身，就有运动，一个星期运动一次，因为我本身不喜欢运动，懒惰运动，最后也是没有达到目标。我自己本身也是有 because 的问题， because 的人会很容易发胖。过后我就遇到 Choice Keto Essential， 在3月份的时候，所以我就 join 这个 program 2个月的疗程啊，就让我成功减下8kg 了。当我完成 Choice Keto Essential 2个月的疗程，我就去试婚纱衣服，感觉到自己穿到很漂亮，很有自信的要拍我的婚纱照哦。那时候就成功减到53kg。当我进入了 Choice Keto Essential， 就给我达了我的目标。第一就是我已经减到我要的磅数。第二呢，就是我自己有这个荷尔蒙问题，就是 PCOS 啊 ，PCOS 的。之前我来月经一年只是2次 ，Choice Keto Essential 就让我的月经每一个月就像每一个女性一样，每个月来月经。第三，进入这个 Choice Keto Essential 2个月的疗程，拿掉了我的身材的脂肪，那个我的胸部还是很挺很结实。iMastery 里面有这个 iAnalytics， 就是我们会 upload 早餐跟 Keto Essential 的饮料，还有我的那个验尿棒。当我们已经输入这些资料，里面就会有那些 graph， 那个 graph 就会 show BMI 有少了， BMI 提高了，里面有7-8个 module 啊，让我们增加这个瘦身保养的知识，让我们拥有一个美好跟健康的身体。我要跟姐妹们分享3个tip， 在我瘦身旅程的这个计划里面，第一呢就是要行动，第二就是我们要找到对的营养，第三个 tip 就是我们要坚持。就让我们一起在 iMastery 32天的蜕变旅程，抛掉高达8公斤的这一个脂肪。